刘婶儿，去叫一下秦医生，让他过来吃饭。啊，叫过了，太太好像还在赌气，说不吃了。还在赌气？你生什么气啊？好好吃饭。嗯。捅他。 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回复我的话，我就走给你看。1、2。此事开会在议，速来用餐。好了，搞定了，吃饭吧。开会在议，哼！你自己开你的会去。 这准备去哪儿啊？我需要冷静一下。那这行李箱的意思？贺老板不是建议我多去散散步，平复心情吗？我这是负重有氧运动。秦医生散步需要的道具有点沉啊。我要适当的放下工作，离开家，这是你说的。这些日子都有打扰，告辞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 现在知道挽留我了，哼，晚了。你今天还有7天的带薪年假没用，要不考虑用掉它？啊！气死我了！又来了。 欺负我？不是，他怎么欺负你了啊？我看看，不是，我辛辛苦苦给小宝找到最合适他的学校，嗯，宁芳也在，嗯，结果贺小燕就是不同意，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他要是什么都嫌弃的话，他怎么不干脆给我解约呢？算了，我不想管了，我放弃了，爱咋咋地。你要我说，你这该坚持就是得坚持。如果这是在医院。 你会因为跟黄主任治疗意见相悖就放弃病人吗？嗯，我当然不会放弃小宝了，那不就得了？小宝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妈咪，哎，妈咪在呢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 我们小宝也是要上小学的小大人了，可以自己睡觉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呦喂，我这小心脏呀，都要酥掉了。小宝，那妈咪就去房间跟你一起睡，好不好？ 杨助理，请问中午可以一起午饭吗？想跟我共进午餐，需要先取号排队。哎呀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本店预订已满，您不需要再排队了。那请问，还有什么时候可以预定呢？嗯，很遗憾，本店不接待傲娇的宠物狗。你。来了。哎，妈咪，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来的？爸爸知道吗？ 真是不想跟你说话，来气！你儿子在我手上，速来取，过世不好。这语气，怎么这么像绑票？唉。 我来接小宝的。嗯，事先说清楚啊，是小宝自己来找我的。所以你是想辞职，不是想休年假？绝了，大哥，你这反射弧长的可以绕地球3圈，厉害。合同里写的很清楚。 任何一方提前提出解约，不仅要偿还原来的欠款，还要赔偿违约金。停停停！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违约金不违约金的了，我真的头大。这样吧，你呢，解雇我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？嘘，小宝需要你，你身上暂时有不可替代性，我不会解雇你的。 那我帮你找其他的医生啊，反正我不想看，我也不想看你。你好好考虑吧。哎，你这是怎么说话还没说完呢都？小宝，爸爸来接你回家了。小宝，小宝，爸爸来接你回家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 不听话了是不是？得让爸爸再重复一遍啊！小宝，你凶巴巴的干什么呀？小宝要是不想回去，跟我在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小宝，爸爸走了，走，赶紧吃。 宁医生好。哎，宁医生好。我们这儿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，在这儿工作的伙伴都是志同道合，工资不高，但大家都在用爱发电。你这好温馨啊，我喜欢。你不是打算停职吗？要不然过来这边试一下。你来的话，儿童心理科就可以完全交给你了。 就怕何乔燕不愿意放人，那我就去硬抢。啊？没有开玩笑啊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个人认为离开他会对你的事业发展比较好，不仅能帮得到更多的孩子，小宝也可以继续就诊。我连办公室都给你空着了，快来吧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 喂，黄主任，秦医生来了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黄主任说朱医生不在，人手不够，我刚好有空，我就过来了。对了，嗯，朱医生今天预约的病是盛怀。盛怀没问题，她是我老朋友，而且前2天我还见过她。怎么了？你当心一点吧，听说他妈最近情绪不太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走吧，上班。哎呦，我们盛怀画的真好看。宝贝，周末爸爸来陪你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这些画给爸爸看。 不用了，我爸爸一定没兴趣。盛怀真乖，盛怀有妈妈就好，妈妈有盛怀就好了。秦医生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先走了。盛怀，秦医生再见。再见。贺总，请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他说要辞职，现在又离家出走，就连小宝都向着他，天天跟我闹。吵架那晚，你还说了什么吗？我说，如果你非要这么想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建议你出门散散步，冷静一下。打住！重说一遍。出门散散步，冷静一下。上一句。上一句。如果你要非这么想。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拜托啊，这句话的踩雷程度仅次于多喝热水，少花点钱。踩什么雷啊？少花点钱那是理性消费，多喝热水是促进新陈代谢，有问题吗？你嘴硬的跟金刚石一样，你俩虽然不是真夫妻，但也是按照小两口的方式在彼此磨合吧。感情不是打辩论赛，不需要分个高低对错。继续说。 见面三分情，挽回全靠哄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找个台阶啊，给他送到脚底下。今天的病例会诊就到这里。最后，要祝贺秦医生新婚快乐。谢谢大家。对了。 秦医生，杨盛怀这孩子最近有好转吗？我下午刚见过，盛怀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，但是比起盛怀，我认为他妈妈的情况反而更严重。他压力很大，有严重的焦虑的倾向，但是他自己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建议先替他准备一份病历，再为其安排心理咨询科的看诊。秦医生。 您是儿童心理科室的医生，对成人病例进行诊断恐怕经验不足。盛怀妈妈的焦虑症非常严重，在我跟她接触的这几次过程中，已经显而易见地感受到对孩子的影响，所以我认为应该及时干预。是否患有焦虑症，需要经过严格专业的测试。您只是杨盛怀的代班医生，只需要对杨盛怀负责即可，不需要插手对病人家属的诊治。 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儿童，父母是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切入口。黄主任，我还是坚持，等周医生回来，我会跟他沟通的，然后尽快为其母亲安排心理治疗。好，我来和男孩的母亲聊一聊。好，散会。 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咨询，我没有毛病。盛怀妈妈，您放轻松，我也是听了秦医生说了一些您母子的情况，他是觉得您可能是压力过大，有些焦虑，这么做也是为了盛怀好。秦医生？是啊，秦医生把您的情况都仔细跟我讲过了，如果您相信他，也一样可以相信我。 刚刚从家里吃完饭出来，你管过吗？行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。不想听。盛怀妈妈，秦医生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病啊？所以刚刚看诊的时候，明着暗着试探我。不是，我只是想更加了解你和盛怀的状况而已。你还骗人！这是你写的吧？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我老公派来的，想拿到我的诊断证明，逼我放弃盛怀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跟他们都一样，都不相信我能照顾好盛怀，对不对？盛怀妈妈，你别激动，具体情况你等朱医生来了再问他，我只是替他的班而已。我报警！盛怀妈妈，我知道盛怀的爸爸离开你，让你很难过。 但是如果你拒绝帮助和治疗的话，你的恐慌症和焦虑症会越来越严重的。我有恐慌症和焦虑症？是的。不是，生病的是盛怀，不是我。是盛怀有病，不是我有病，是你们弄错了。